有事儿了。怎么还敢来？哎呀，不止严夫人，还把严公子给抬来了。抬？公子，公子。严夫人今日抬两具棺材到我敬亭侯府，是什么意思？朕儿一心想求娶郡主，她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今日若是郡主不允亲，这两具棺材，一具给朕儿，另一具便是给我。老爷来了。侯爷，哎，敢问何事如此慌张？哎，大长公主在上，臣妇诚心相求，饶过小儿一命，答应这门婚事吧。请大长公主答应这门婚事吧。皇上，老臣为国鞠躬尽瘁数十年，老来得子，真儿是我严家唯一的香火，若是我儿娶不到福乐郡主，我夫人一定会先逼死老臣再自杀的呀。皇上，老臣伺候您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您曾说过老臣是您的左手，臣若死了，皇上难道你就不心疼吗？皇上啊！陛下，相国大人识君之路，不担君忧，如今却反过来以死相逼，为难陛下，还请陛下降罪，以正朝纲。陛下，程安伯言之有理，严相怎么会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来呢？陛下，严真也是一片真心，相国大人一家三口宁愿失去性命也要迎娶班郡主，这等真情那可真是世间难寻呐。公子，公子干什么呢？公子，闭嘴。真儿，娘没用，娘对不起你，娘没办法帮你定下这门亲事。你我母子情缘，来世再续。你要干什么？啊！哎，放开我！啊！来人！走开！保护严夫人、严公子的安危，不得有任何差池。是是。哎呀，皇上啊，我儿若是娶不到福乐郡主，我回去没法向我儿和夫人交代呀。我夫人一定会把我这耳朵给拧掉的，皇上，你要救救我，你要救救我呀，我太难了。班侯爷，班侯爷，是救救我呀！爷爷，你怎么救救我？班侯爷，爷爷，听说你也是最怕夫人的，想必你是最了解我的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，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哎呦，哎呦，我说老班啊，你这身上怎么藏了这么多私房钱呢？这夫人一定不知道吧？啊！好了，别闹了。敬亭侯啊，花花当真不想嫁到严家？启禀陛下，就算是花花同意，老臣也不会把花花嫁到他们家的。郡主这是要捉拿我们母子二人吗？我班花无意抓人，只想劝劝严夫人，这严公子身体要紧，若是你这般胡闹害死严公子，得不偿失。郡主不嫁，我儿左右是个死字，死哪儿又有何意？简直岂有此理。好，那我班话今日把话说清楚吧，我此生不会嫁入严家门，若严公子真死在这儿了，我班话一命抵一命。哎，花花，小心！有劳王公公
将这个呈给陛下，请陛下过目。这里不单只是银票，还有某人作奸犯科的证据呢。大胆颜辉，竟然敢出这种勾当！朕给你的荣华富贵还不够多吗？还不知足？臣知罪，臣知罪！卖官卖官，贪赃枉法！臣知罪，臣知罪啊！不用麻烦你夫人拧下你耳朵，朕现在就砍下你的头，送给他！臣知罪啊，皇上！陛下，颜相大人，多年为国辛劳，罪虽应当罚，但功过相抵，应不致死。陛下，程安伯所言甚是，只是这卖官之事必须杜绝，不重罚难以服众。沈崇海，你不必惺惺作态，你的手上又何曾干净过呀？你以为我死了你便可以一家独大了？休想！颜相大人，你贪赃枉法，不知悔改，你还在皇上面前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你贪的比我还多呢！来人，站！将颜辉押入大牢，同时抄家，肃清所有贪腐所得。是。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敢问陛下，那画画的婚事该让画画自己决定吧？朕不想管了。臣叩谢皇恩。圣旨到。皇上有旨。颜辉罔顾圣恩，结党营私，买官卖官，罪无可赦，即日罢去所有官职，押入大牢，贪腐所得两倍缴库，严办两家婚事，不得再提。